照片中的马来小姐姐阿迪勒来自巴生，她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我们提供咖啡机体验和教学的服务，于是决定加入我们，寻找一台适合咖啡摊使用的小型咖啡机。作为一个咖啡新手，阿迪勒对咖啡制作一窍不通，但经过我们详细的介绍和实际操作，她选择了 Brevio 876这款咖啡机，原因是这款机器操作简单，配备了内置压粉器和自动粉量功能，确保每杯咖啡都能制作出标准化的口感，不仅提高出品速度，还保持工作站的整洁。此外，机器还内置了水箱，且轻便一些，非常适合阿迪拉作为女生使用。更令她欣喜的是，我们还提供了分期付款的选择，为她创业的梦想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。除了咖啡机的选择，我们还亲自与阿迪拉分享了如何计算成本、设计咖啡饮品、咖啡机的设置和维护，甚至还传授了一些打发奶泡和拉花的技巧。阿迪拉非常认真地记录下这些宝贵的经验。经过一个月的准备，阿迪拉终于迎来了自己咖啡摊的开业。除了咖啡饮品外，他还努力学习和创造时下最受欢迎的饮品。虽然他目前还是一名打工族，但他计划抽时间在周末和公共假期开摊。惊喜的是，每天开摊的收入竟然超过了他现有工作的收入，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没有打算全职投入咖啡摊生意，而是希望继续保留现有工作。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，看到阿迪拉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同时也增加了收入。我们真诚地祝愿他的咖啡摊生意蒸蒸日上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梦想，我们随时欢迎你来咨询，我们将竭诚提供指导和支持，助你实现创业梦想。